三。这个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。格格，身高163公分，体重43公斤，三围32。啊，不好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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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开始了吗？自我介绍不是笑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来，请到后面来。最后一步，香哦。来，32D，23，32。32D，23，32。OK。哎呀，血型。O 型。星座。猜猜看。猜对了，猜的又不是三维。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对，星耀，你好像地痞流氓。这是节目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忘了我是主持人。对啊，搞得刚好像在热炒店一样。那我做一个动作，你们猜是什么星座？啊，双鱼嘛。对。那谁不是？哎，这个还蛮好笑的。来，现在工作是？我现在还是大学生，目前有在兼职牙医助理的部分。牙医助理，牙医助理要做什么？帮忙诊所在哪里？帮忙吸口水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对对，旁边有个管子，那个不用医学系的就可以了。他需要经验累积。只有经验，他们就会用你。会吸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吸的。你看我上次不是讲，做牙医助理或是牙医护士都要正的，真的哈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看牙，你穿这样，我们的裙子差不多到这里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可以再短一点吗？不行，而且都紧身，我怕到时候吸的不是口水，是鼻血。哎呦，不一定啊，我们可能还没流鼻血，牙龈已经破裂了。太兴奋了！哎呦，你是做牙医助理哦？对。在哪里啊？台北市还是在我家附近的牙医诊所，还是新北？新北市，新北啊，新北市。OK， 好，那你学校学的是什么呢？我学的是环境防灾设计学系暨设计组。啊，慢慢讲，这样听懂？我学的是设计组，就是防灾与环境设计学系暨设计组。你看嘛，我觉得我好像低级组，为什么要两个设计哈？对啊，因为他们有防灾组跟防灾啊，就是天然灾害是。因为那时候921地震啊，很多都被震垮，然后我们就要兼具有美观又有防灾功能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所以你这个学系是921地震之前就有，还是之后？921地震后才出来的。那你觉得自己幽默在哪里？我觉得自己幽默呢，我就是只要给我一个梗，我就可以疯狂想象，会有很多幻想，就可以很搞笑。有谁说过你很好笑？像马国贤，我没有遇过他。好，开玩笑的。像上次就是在跟我朋友喝下午茶，然后他失恋很难过，然后呢，我就说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？他说我男朋友搞小三，然后我说是谁？我看看。然后看了照片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好啦，你乖，不要难过，我把他奶头剪掉。”看了，哇塞！这其实已经讲完了吗？讲完了。这个就是男女大不同，他笑得乱七八糟，你看。我也觉得好好笑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哎，我是觉得是喜欢看歌，有点血腥哎，对，有点要。为什么要这样哦？对啊，哇，好恶心的笑话哈。对啊，不好笑啊，很恐怖。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？有啊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那个朋友突然喊我说：“哥，你知道吗？红豆醉了会变成什么？”会变什么？红豆泥。哎，你再看表，我就揍你！还没发现，但小心一点嘛。为什么红豆泥？红豆跌倒不是变绿豆？红豆摔烂了，绿豆跌倒变红豆。是绿豆跌倒变红豆，它流血了。不能黑青哦，拉黑豆。看一下啊！你的生活好好笑哦。我也觉得。红豆泥耶。红豆泥。演艺圈哪一个男艺人你觉得好笑？那我讲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个愿望吗？请说。我要跟屈哥演员外剧。远近驰名啊！屈哥，你已经演到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哇！那先讲还是先演？我讲，我最喜欢的男艺人是好笑的，是
在我的眼睛的方向。哎呦，你说鹏哥，鹏哥，臭你啊！你为什么？是曲哥。你觉得我哪里好笑呢？因为我觉得曲哥在演云外剧的时候，他色色的眼神，然后又有点木讷的感觉。啊，嗯，很好笑。哎，你演技好好，你可以演色色演木讷，在同一个镜头。哎呀，你以前是不是在那个东森幼幼台那个有服务过？没有啊，你说。不是，你讲话老派了，全是哪里服务？台电啊，或者什么，都被两位讲了。下班在哪服务啊？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讲话？不要这样子了。我有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。好的，员外去快点，员外去。没关系，那我们要饭圈了。去员外，开始。想你了。OK 你是不是第一次演到自己有点疲态啊？不是，你有点尴尬。员外会尴尬，好屌！在学校应该是开心果。我是啊。还是你平常就这样？我平常就这样。那你妈爸爸那个知道你这样吗？我妈跟我很像。你妈知道你这样吗？你不是怎么会忽然之间？他们觉得你这样吗？不是，我请教一下，就是你对他们没有信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感觉就很想要看我们爆裂。哦，想要看你们被抓吧，想要重，但是还是要好笑嘛，好不好？那希望能够加油。你不会啦，相信你的笑话一定很好笑。你看你前面讲多好笑。对啊，你乱好笑。对，好好笑哦。你怎么那么好笑？真好笑，真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格格，你不要叫格格，你叫好笑就好了。对呀，叫格格。那我叫笑笑，杨。好好好好，要。哎，我很少啊，就是做节目做的。前十分钟倒抽一口气，倒抽这么多口 ，Oh my god！ 好，来，要讲笑话了吗？要 ，OK， 说了 ，Go！ 笑话挑战赛，不好笑就要进行冰冻处罚。第一位格格，他的笑话能让人哈哈笑吗？有一天，有一个员外走在路上，走啊走啊走，闻到一个好香的味道，然后就想说，这个香味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？于是他就闻啊闻啊闻啊，然后发现不是花香，不是树香，看到一个下人，可是他怎么这么的香呢？于是他就冲过去问他，下人你来，然后就过来，他说怎么了怎么了，你为什么这么的香？然后他就缓缓地告诉他，告诉了员外说，因为我是乡下人。不好笑。妹妹叫很好笑。来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个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。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！哎，早该，早该这样子的，身材怎么这样正点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吧。要不要跳支舞给我们看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哦，激动，激动！哎呦！对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可以这样演一趟员外给我们看。哥，你这样会啊？啊，高血压，对，不行。